12月下旬由杨佑宁、李倩娜接手，二位主角顶着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的头衔，搭配上男模军团的助阵，让这部前男友的声势居高不下。 他们说真爱以前先分手，你的恋爱法则又是什么呢？劈腿！完蛋！谁啊？赖正娇！你为什么打他？他也偷吃喽。他是我前男友。这几年过得好不好？关你屁事啊！今天早上九点钟，请准时到我办公室报到。你的职位是我的助理。 那谁的爱不是赌来的呢？爱情本来就是一场赌注啊！现在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这错过一次，那你可以说它是遗憾，但如果错过第二次啊，那就是你最大的失败。